中介法是这样的啊，其实讲穿了啊，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，并不是说网络不需要管理啊，而是当你那个一慌话，你的一提出来呢，每个人都想说你是想干什么？所以这是一个当前台湾政治上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政府没有信用，政府要做什么老百姓都不相信。那所以我不认为说不是说网络不需要管理了，而是说他到底要怎么管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持一个比较持平的态度，就是说那不然你把东西讲清楚嘛，我们再来评论。我们常常只是要追求一个正常的国家就可以了。什么叫正常的国家？你知道吗？政府是可信的，哦，公务员是服务人民的，哦，司法是公平的，法律是要遵守的，建议是官有罪的罪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希望说，我其实也很不喜欢去批评司法，多少都有三缺司法，效力不好的，哦，怪怪的。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说，他的司法要成为人民可以相信的，他应当是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哦，这是目标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